丐帮历代帮主，领请圣地，何方朋友，不请自来。 大内供奉，红衣喇嘛，你们不在宫里纳福，跑出来干什么？乔帮主，最近宫里遗失了一样东西，哼，想必与你有关。江湖上的恩怨，人间的俗事，都与我无关。睁着眼说瞎话，想活命的话，就把你最近的行踪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 毛山术，难道前代帮主遗失的毛山术又重现江湖？看样子，我得往京城去一趟。 限期三个月，弃匪归案，否则人头不往。山坡营库月骁勇善战，也遭匪徒悉数杀死。可见来源武艺高强。对，他们劫走大内的黄金事项，最重要的是劫走了丐帮密帖毛山术。要是丐帮知道了，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？据报，进库匪徒共有10人。 在师队中一下匪15具，5具，有5个漏网。对，你要一个一个的揪出来，活的不要，要死的。遵旨。希望你要记住，你是九门提督府内最好的总捕头。王爷，请你放心，微臣绝不会令你失望。走吧。 您从王府回来了，您的白眉茶我已经给您沏好了。我们，包爷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小东，在，这给你。哎，是。 银票100两，包爷，你是要劫我差事啊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每天还不是一样替你磨刀，替你叠被，替你沏茶，这我……好了，小东，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，你定了亲，不能跟我走。这些钱算是我给你的贺意。包爷，内蒙鬼亲事是我娘替我定的。 早一点晚一点都无所谓嘛，包爷，我可是一直跟着你的，你不能轻易的把我抛下啊！包爷，一个快做新郎的人，不该跟着我去拼命。小东，你是个孝子，应该留在京城陪着你娘，好好娶你的老婆。包爷。
小子，你胆子可不小啊。东哥，东爷，东爷，小的只不过是小小的老百姓。东爷，本大爷有话要问你。东爷，小的自从东山城那件案子以后，已经退出了。少跟我啰嗦。在这下三滥的地方，知道消息最多又最快的，除了你黄毛之外，还会有谁呀？东爷，我。你玩完了？东爷，东爷，我知道了，你想知道大内库房的劫杀案？好小子，我还没问，你倒先说了啊！快说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不肯讲那就算了。我不知道啊！看你讲不讲，反正不会很高嘛啊！东爷，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！东爷，你快拉我上来呀、啊！东爷，我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，你再不讲，你可是自己倒霉。好，我讲，我讲了，算你聪明。啊！我不会游泳。你肯回头不再往前走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可惜鬼像不喜欢走回头路。很久没出门了，今天出来感觉心情很开朗。金彪，我们这次任务，我是开玩笑的。八爷，你放心，难道我会忘你吃奶门饭的吗？哎，将来啊，这次你出门，你娘放不放心呢？去你的！难道你老婆舍得让你出来啊？就是吧，像我赵坚，光杆一个，独来独往，多自在啊！小的给包爷请安。你来做什么？包爷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我有劫金案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我不讲，除非你答应带我去。包爷，我以前伺候你的，我现在也要伺候你，将来我永远都要伺候你。包爷，金叔，金叔，你看我什么都带来了，连包爷平常爱喝的白梅茶我也都带来了。小东，是你自己硬要来的，不要后悔啊。包爷，我如果后悔，我就是个蛋。他是，他就是线索。行行好，把我放下来吧。
快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再向包爷说一遍。前些日子有个人说他有些金条想出手，他叫张武。张武是谁？就是北顺胡同旧关帝庙张武豆腐店的老板。进去把他带上。是。张武，别装蒜了，快把金条交出来。你们是哪里的？九门提督刑部来的。免得皮肉受苦啊！不知道，老张，老张，张武，张武，你想想看，你何必护着他们，而你自己在这里受苦呢？说不说？说，要我说可以，可是我要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对了。只要你讲了，包爷一定会答应你的条件的。好，我本来是做正当买卖的，尽管之后田地失收，没有了生意，逼得我只有铤而走险。哼，人人向你，岂不天下大乱了吗？可是在这场买卖里，我只拿了200两黄金，我愿意跟你们到刑部自首，可是你们不能把黄金带走，不然我的老婆孩子怎么过日子？好的，你快说。他们是铁匠陆金宝，曾经当过长毛军官的胡巴托，还有顶上光王万武，他们的头子就是行迹不定的刘逢。刘逢啊，那金条呢？就在这石磨下面。小东，你保管。是。啊，包爷，那他金条乃是大内之物，公务岂可做私人交易？你是骗子！包爷，你犯不着杀他呀。对匪徒宽恕，吃亏的是自己。
好人难做。在乱世，好人常比坏人先死。你真的确定那人就是九门提督府的包正义？回帮主，绝对错不了。四九，那你的消息呢？帮主，绝对正确。宫内的茅山术被劫走，弄得玉王爷坐立不安啊。哦，元长，如果照黄毛和四九的情况看来，包正义这次亲自的出京，和茅山术一定有关。是啊。这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本帮密铁茅山术已经失踪了几十年了，经过丐帮三代帮主尽心尽力的查访都没有找到下落，这现在怎么会又突然出现在江湖上，真是奇怪啊。如果我判断的不错，当年所以在江湖上查访不到的原因，是茅山术根本已经不在江湖上，而是给人进贡到宫内。那帮主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这茅山术在宫内流入江湖了。我来京城的路上，有人叫我不要来，再加上包正义亲自出马，帮主打算怎么办呢？既是本帮之物，当然是要沉寂先帮主的遗志，把茅山术找回来。我认为盗茅山术之人一定是跟本帮有关，为了本帮的荣誉起见，必须要清理一下门户。对，发动所有弟兄去查访，并且阻止包正义，务必寻回茅山术。万一包正义他们先拿走了怎么办呢？这……哎，这容易，从他手里抢回来。给我把京城每一个角落。京城发生的盗宝案，是不是跟你们有关？袋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？女人。
主公，主公。白梅茶已经沏好了。你出去跟他们轮班休息。是。金叔，哎，包爷他，包爷他已经休息了。哦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还剩点米粥，我拿出去给饥民吃。哎，老乡。这有点粥给你们喝啊，老乡，这有点粥给你们喝哦。谢谢啊。这粥啊还是热的。哎呦，哎，将来怎么还没回来？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哎，该不会是落难公子碰上了千金大小姐了吧？哎，哎。哎，其实啊，这将来不应该吃我们这行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说的也是。嗯，三更半夜到这儿来，你是找？我是找，找，找你们总捕头。哎哎，你找我们总捕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身穿孝衣，我要为父报仇。啊，原来你是张武的女儿。姑娘，关于令尊的事情，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，可是怎么能怪我们呢？什么？杀了人还不能怪你们吗？为了大内金库的事情，现在已经闹得满城风雨。实不相瞒，令尊是大内金库的劫匪。姑娘，你想想看，干我们这行的，谁愿意杀人呢？我不相信，你乱讲，我爹他绝不会是劫匪。姑娘，事实俱在，也由不得你不信。哎，对呀，你爹是劫匪，当然应该死啊。放你的猪屁！哎，哎，你这个丫头怎么可以随便骂人呢？我骂你，我还要打你呢。哎，你。好了好了，姑娘，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家吧。令尊虽不在了，可是你要好好保存他的豆腐店，不然他也不会安心的。哼，你们都欺负我，you
才要不是我留一手的话，恐怕他们父女俩阴间见面了。哎，将来这小子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在这边看看啊。干什么？我要杀死你！我要杀死你这个魔鬼！你连自己人都杀，你还有点人性吗？我要……哼，就凭你，能杀人吗？哼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你仇人。哦，她是张武的女儿。张武，报仇的。不错，你杀人偿命，你赖不掉的。你自信能杀得了我吗？哼，我今天杀不了你，还有明天。明天，
只要你有本事，尽管来。小东，放了他。你走不掉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走不掉的，我永远跟你没完的，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走掉的，永远，永远都走不掉的。金叔，让我来吧。不，这是将来的，我要带回去交给他妈。一直都没说过话，哎，他心里一定很难过。小东，少爷，快去看看我的催命鬼。啊，催命鬼？哦，原来是他。去啊，少爷。快去！好。哎，你这丫头，在这荒山野地一路跟着我们，你想干什么？关你屁事啊！哎，这个不是我给你的，是我们包爷给你的，拿去喝。嗯？哎，不要是不是？不要我就走了。你不要以为给我水喝，没有用的，我绝不会饶你的。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。啊，你骂谁是狗？哎，我可警告你啊，我也没骂你是狗。没有，那你到底骂谁啊？反正啊，我不是骂你就是了。他妈的，一击不中，他们必然会再追查我们，还是走为上策吧。哎，我是带过兵、见过场面的，以目前这种情形分散逃走，那只有给他们逐个杀死。那依你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去把刘峰、王万武他们两个人给找出来，然后跟他们拼，我就不相信拼不过他们。那好，我去召集他们，后天在硫磺山老地方见面。好，走。哎，托钵饭，严门教，五湖四海好兄弟，青竹竿走天下，行侠仗义称英雄，绿荷叶上雨露沾，莲花池中称极品，陇西舵周通，敢问大哥是？周舵主。哎，见过帮主。自己兄弟不要客气，快起来。谢谢帮主。告诉我包正义最近的行踪。包正义过邯郸道，进入弱水区，沿水西行。有盗宝人的行踪吗？尚无，不过王命军胡巴土聚众西走，紧跟包正义之后，不知何故。胡巴土可能跟盗宝有关，包正义有麻烦，我找他去。速马主。Thank you.
包爷。胡八图，你今天的安排我先谢了。哎，不敢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包爷，你胡八图，丐帮密帖，茅山术没交出来就想走。哎，包爷，我们不是讲好了的吗？我把陆金宝交给你就可以免我的罪了。不错，我是答应过免你的罪，不过没答应饶你的命。胡八图，你果然是当过官带过兵的人，不过今天这种场面我包某人还没放在眼里。大爷，哎，舒服吗？包爷，怎么了？老毛病又犯了？不如明天你就先回京城吧。啊？什么？你要赶我回京城啊？啊，我是怕你身体支持不住。你放心，我这是老毛病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金彪，那你就早点休息吧。
包爷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真的要杀我？我为什么老是杀不了你呢？你能杀我爹，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也杀了算了？你为什么不杀我呢？你杀杀杀呀你！姑娘，你是何苦呢？我杀不了他，我不甘心。那好啊，我看张姑娘，你等下次的机会吧。放心，我会的。肚子饿了吧？薛西汉，去吧。报爷，去啊。这不正是九门提督府总捕头包正义，包大爷，乔帮主，这么巧，在这儿碰到你。哼，我只不过是刚好路过。总捕头，你不在京里，怎么会跑到这来？人在宫门，身不由己，那一定是一件大案，要不然怎么会劳动你包大爷亲自出马？啊，在下不敢当。兄弟是奉命调查大内宫里盗火之案。哦，乔帮主，凭你们丐帮的势力，遍布大江南北，如果有什么线索，还请乔帮主多多帮忙。你太客气，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，因为我也正在查访此案。哦，难道此案跟丐帮有关吗？不错，因为宫里所被盗走的是我们丐帮的镇帮之物。你的消息很正确，不过你要知道，密帖乃是宫中之物。你错，茅山术本是丐帮的镇帮之物，在前任帮主的时候遗失了，后来听说流入宫内，这次既然被人盗出，就表示该物归原主。茅山术本身是邪恶无比，要靠吸取女人的精血修炼。Thank you.
四爷留下来，我不想让他再害人，我要毁掉他。我想这次恐怕乔帮主还是不能如愿。怎么借的？因为这茅山术已归宫中所有，我包正义奉命非找回不可，否则人头不保。那我身为第八代帮主，能袖手旁观吗？我想恐怕由不得你。好，我们走着瞧吧。包爷，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。既然你不肯说，我也没办法了。七步追魂刀，毒气攻心了。小钟，宝爷，请你回进城以后，请你，小钟，请你告诉我娘，说我去一个很远、好远的地方。我有空，我就会回去看他老人家。老爷，小童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的。小童，宝爷，我不能再伺候你了，也不能陪你回京城去了。张姑娘，我在这儿。麻烦你，帮我拿。金叔，我在，谢你，我在。替我帮宝爷冲茶。我不会再怪你的。啊！小东。金彪，在，记住，以后不用冲茶了。帮他总捕头，怎么难过了？小童年纪轻轻的，你觉得可惜了？如果他不是跟着你，他会这样死吗？哼！现在好了，只剩下彪叔一个人，年纪又大，
又有病，难道你也不放过他吗？张姑娘，你没有。对，我知道我命四个讲这些话，可是对于一个外表看起来像人，却没有一点人性的人，讲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张姑娘，你太放肆了。吃我们这行饭的，死早已经置身度外。你不了解包爷，我们兄弟一个个死去，他心里比谁都难过。难过有什么用呢？六个人现在已经死掉四个了，他为什么不死？我恨不得你马上死掉，没有你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你想天下太平，我就更不能死。对，现在只要找到匪头刘冯，事情就好办。什么？你马上去找刘冯？对，就算只剩我一个，最后一口气，我也要追到底。此人已练成茅山术上五雷神功，看样子想跟包振宇联手，方能驱除此妖。丐帮，等我杀了包振宇再来收拾。水上漂，主公，给我赶到刘峰那里，助他杀了包正义。是。表叔，我要喝点水。
镖。包爷，我看我们到下面休息一下，顺便找点水。好，来。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，这里是刘峰时常出没的地方，我们要小心。好。包总捕头，幸会了。刘逢，对，在下就是朝阳天刘逢。想不到为了找我，叫你一路上辛苦了。算不了什么，职责在身。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，所以我在这里等你很久。我真想不到，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朝阳天竟然是个大盗。废话少说，你想要的东西办不到，你想要我的命，那就看你的了。金镖，带着张姑娘离开。包爷，你看错我金镖了。啊啊啊援助，哪里？你们包爷呢？啊，包爷可能现在去追刘逢了。我想我还是要去帮他。是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呀！啊，告诉包爷，我。你是在找人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水上漂，范奎。范奎，在我记忆中没听过你这个人。
在江湖上不认识我的，不止你一个人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我现在来要取你狗命。好，我包正义跟你无冤无仇，是谁指使你来的？你不必多问，你认命吧。滚！上！不必再动手，我现在也是快要死的人了，你何必在此时此地还要这样子的逼我呢？你们虽然包围着房子，但是并不证明我不会杀你。各位兄弟记住，我们今天要的是包正义的头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们是谁？我明白了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内务府的，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，玉皇爷的保镖。玉皇爷是你哥哥？不错。不但是王爷，过去还是丐帮第三代副帮主戴朝天。为什么王爷还会来杀你，又派人来杀我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就是大内库房劫案的主谋。啊！上！那宝山术呢？在玉王爷那里，是我亲手交给他的。人躺在里面，盖好石盖就可以逃过大难了。这洞怎么可以两个人进去呢？现在我将是要死的人了，已无声望。况且外面的水上漂，只知道你一个人在此，你绝不可以死。你要为我报仇，你一定要离开此地啊！快，快把衣服脱下来，让我假扮你。快！快点冲啊，快啊！包正义，我就不相信这把火烧不死你，烧不死你！快冲啊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烧我！刘峰，请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放过戴朝天的。记住，一定要替所有死去的人报仇。包正义，你还不死啊？哈哈哈哈，你拿命来吧！
禀王爷。王爷，这是九门提督总捕头包正义。好，本王重重打赏，谢王爷。王爷，赏钱还没到手，就想过河拆桥啊？你现在才知道。难怪你那么恨包爷。包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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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鹏呢？已经死了。金彪呢？金彪呢？金彪怎么了？他死了，全都死光了，你看满意了吧？替他们报仇！报仇！我看你仇还没报，你也死了。不错，我是要死，可是不是现在。当然了，因为你还没做够孽。我要去杀作孽的人，你说是谁？我要杀人。爹的人也是盗你茅山术的主谋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用别人来顶替杀我父亲的罪，是吗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么卑鄙。你听着。记住，为什么？王爷就是王爷。
杀！走！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也就是帮你盗茅山术的朝阳天救了我。啊，那人头是谁的头？就是你弟弟的头。再徒弟，你还记得丐帮岳帮主吗？偷夺镇帮秘体茅山术，叛变师门的叛徒。我身为第八代丐帮帮主，我今天来收拾你们，为我帮清理门户，我也要为死去兄弟报仇。
可以破茅山术，阴邪。Yeah.